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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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11:54。但是今天应该是到不了威海，准备去潍坊先住一晚上，然后明天早上再开车去威海。不错吧？正好端午节了，然后想出去玩一玩，然后正好又是生日的这个，有一机 C 机会拍照，趁此机会就出去玩一玩。本来是想去潜水的，但是现在这个季节那边潜不了水，就想着去海边玩一玩。所有车道均可。还有4个多小时就开到了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晚上开车还是要听一点嗨一点的歌。今天有4个司机换着开，我开第一段，一会儿我的那个长进的这位大哥来换我。晚上在这开还是很舒服的。哥哥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啊？我们今天要去加油。前方红绿灯直行，这是我第一次去加油，可以仪式感记得拍一下。OK。加完油之后我们去哪里？加完油之后去高速。那上完高速呢？就不说。今天心情如何？今天去威海。心情还可以吧，睡得还行，昨天躺床上就睡了，凌晨4点钟，我今天早上闹钟没响，自己响，昨天还是没有撑到下高速啊。这个车加多少啊？加98吗？还95就行，不能98加满吗？即将绿灯，这天还是挺蓝的。保持左侧主路行驶。你好好拍一拍我的这个技术，不是我要让我爸看一下。必须的。
这种长距离开车感觉怎么样？啥？这么长距离这种驾驶有没有乐趣？好玩，体验到。太还是晚上开比较好，没什么车。他们这路特别快，感觉。即将绿灯，移风软件。只有我这个技术怎么样？必须的，老司机。请尽快走右侧车道，300米右转。九五加满，九五加满。也不知道在装什么。取不到，得下车。哎，小心！哇，这么酸！哎，那个屁！他这个食堂现在都自动了。他们这路真宽啊，这是三车道四车道，
演练一下，装一下。你我吧，你往他那个那个干净点儿。我怎么给他？我这样吗？太装了，哥。第一次啊，交黑。第一次交黑，美好的记录。这前面有厕所吗？到了，有没有肯德基吃？那肯定海鲜啊！那你看一个哪个海鲜？总不能吃川菜吧？OK， 哎，到了。太奇怪了吧，尝一尝。我试一个啊，来大葱，我先。你先试一个。我们吃过，在脸上呢。就这样。嗯。味儿挺好，罐子味。嗯，还可以。酸甜口的。我以前本来不吃这些东西的，全靠山东人给我带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鲅鱼豆腐啊，不，鲅鱼水饺。嗯，还可以。它这个肉吃起来 Q Q 弹弹，海肠捞饭是怎么吃啊？这个怎么吃啊？海肠是哪个动物的肠？不就叫海肠？它就是长这个样。嗯，黑，这个还挺好吃的，香辣蟹。硬菜，我试试这个香辣蟹，看着就还可以。鲍鱼，一口一个，弄得还挺入味的，蚝油的味道。这个10块钱一个，我觉得还是合理的。哇，好大，你看多大一个。像一条船，好胖！这是你吃过最大的生蚝吗？差不多了吧。这个确实值得纪念一下。这个，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吧，鲅肉串。好吃，好比北京的好吃。真的，真大呀！我感觉那个20块钱10个的生蚝，被我念叨了4年。我时常在一些地方想起它。每一次我吃生蚝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海口那个夜市，那20块10个的生蚝。对吧，看到了吧，换了套衣服。哦，这看着不错。
出来。现在出海了，虽然现在已经下午五点钟了，但是现在太阳还是特别好。哇、哦，真能接到！二十岁，一切顺利。哎，来一个海鸥呗，一切顺利。争取这次期末考试考得好一些。哦，好，希望大家天天开心。希望今年暑假的演唱会一切顺利。啊，可以，希望我走路不会平地摔。然后祝今年高考的粉丝朋友们，还有中考的粉丝朋友们，还马上考研的粉丝朋友们，都能够有个好成绩。富贵哥，哦，那个身体健康吧，祝他。哇，真漂亮。小心手机啊，当然要小心。奇怪，或许这个世界，我觉得今天能钓到鱼没什么值得期待，但那都与我不是，我有种预感，就是奇哥今天会钓的，真的没开始了是吗？人生本来这啥呀，一场狂欢，钓鱼特简单啊，然后有的话就有的话，你就感觉它颤抖，就中鱼了，就刺鱼。先这样拉，就是脚下杆，脚下杆刺鱼，刺鱼刺中就往摇上来，就这样摇就行了，它就不用再搬什么，不用搬，就正常摇就行。OK， 正转，正转。好嘞，谢谢。哎，哇，好快，这电动的哈，第一钓。又有了！哇！来喽，来鱼喽！哇，这么厉害！来那边，还是得唱李荣浩。也曾一直想，有条鱼能上钩。当我的帆但怎么去熬，日夜颠倒，连鱼儿也凑不到，加班被我踹翻，一条鱼都没上钩。
一碗热的汤，你怕我没够，都留一半带走。没鱼。我一定能钓上来的。已经开始精神胜利吧。齐哥搞了一条啦，厉害。我好想鱼，好想鱼，雨下整夜。又有了，不够长，不要。不过这跨好钓的话就进退潮。哦，又来一个，你给他录一个吧。录他。坏了，我不会今天战绩为零吧？不会的。我给鱼唱。靠近了，相信了，原来我们爱得有多狼狈。暴雨狂风也不想防备，来了，雨来了。一刻在我们泪光的约定，雨走得好安静，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？幸福钓鱼真的不容易，有我钓你什么呀？他们要不要出去挂一个？对，船长，能不能重新给我挂个啊？到底肯定要逗鱼，哎呀，逗了，看我钓的起来了。哎，我都怕被我都被鱼逗了。就他逗我了，我这大。有了船长 buff 加成，一定能钓到这款。谢谢。王者满血归来，我将弃权海域最强的战士。哇，帅，太帅了！别的不多说了，气势到位。不出两分钟，钓到。啥？这么多，一葫芦画瓢试试。过了，哎，这个好像有。来个特写，来个鱼的特写，像，哼，什么心情，哥哥？谁在叫？开心了？哎呀，上拉了！哎呀，累呀！哎呀，挺累，结束了。看就多好了，看了。行了行了，有些东西还是不看美好。哎，别动了，好嘞，继续了。哦，来了，慢慢点，不用着急，跑不了，你要太快了，它容易嘴都撕出口了。我想给它找到感觉了，哇，成功了，又来一条，叫，来，走，你这个拿吧。哎，开一档吧。好嘞。
马上在另一个。又挂了吗？有。哎，好像是鱼呢。来个大鱼啊！哇，海参！哇，海参！哇，中奖了！130一斤。为啥呀？大奖。这边鱼的电话卡，你知道啥感觉吗？走吧，走。今天小中一个海里的彩票，猛啊猛啊！没想到憋了个大招，没想到憋了个大的，开心吗？太开心！哎，我自己在这儿，去那边看看。我开玩笑会不会被认出来？好像不太会。看看这有什么吃的。那你歇会儿吧。这么快上拍了？我干嘛呀？我干嘛呀？你就看着镜头，倒是说。这样可以吗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我想不出来了。几个星吧？还有什么动作可以完成一下吗？你小时候有没有拍过？拍过，拍过。这是张哥锋利的下河蟹，先试一下，好扯，嗯，可以啊，这个。啊，小心小心！啊，坏了坏了坏了！你在拍啊？啊，我刚开机。留完相，留下美好瞬间。丢脸瞬间，美好瞬间。快吧，拆吧。不知道在干嘛，有点 hot， 拖一拖。对了，抓出那种萌萌感。我又说没事。是淡泊。淡泊什么？淡泊名利吗？这中间这瓶是怎么出来的？老师24岁了，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你开心吧，今年？挺开心的吧？这让你觉得开心的事情。我们老师说过，不要比较。印象里，在过去的一岁里发生了最让你开心的一件事情，开心的不得了的事情。这个很难说。你现在第一下能想到的就是。第一下能想到的是。最近上声乐课，我是真真实实的摸到这个。平衡混和弱混的这个
故事了。是来玩剧本挺开心吗？挺开心的呀，我都钓到大海参了。人家说了的嘛，中彩票的概率。还有开了快6个小时的车，我也挺开心的。我发现我是真爱开车，很享受这个过程。对，特别享受这个过程。你下一岁有没有想要达成的小目标？那就潜水吧，咱们就去潜个水呗。虽然我都还不会游泳，但是我可以潜水。为什么喜欢潜水？因为我有1级的潜水证。这玩意儿我还专门学过，为什么不玩？是吧？那这一年有什么遗憾吗？没有把那个进学校的私生抓到派出所去。没有什么，我想一下，我再说一个吧。在重庆的时候，有个粉丝，我让他跟我自拍，他自己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想让他和我合拍，他不听。那你这次说出来，下一次的目标？那你对20岁的有什么愿望吗？没准可以实现哦。特别小的，比如说你希望，我希望在演唱会上我的 solo， 我唱一个 B 降 B 的破场八拍，这愿望可以吧？你去年一年19岁19年开心吗？挺开心的呀，我感觉今年还是学到很多东西啊，然后。这几次线下的活动我觉得也玩得挺开的，对，我前两天写那个手写信的时候还说呢，这次搞那个冰红茶的活动，有人在台下想给我送彩票，拿了张50块面值的那个中国龙想给我递上来，太不可思议了，挺开心的。我透露一个小事情吧，也算是给你们一点内容。我其实还有一首歌，但我还一直没发呢。这个内容够了吧？为什么没发呢？嘿嘿，这个问题就说来话长了。因为我说我来写词，但是我憋了2个月都没憋出来，我写什么？所以他就一直搁那儿了，没关系，一定会发。说不定后面我就不自己写了，主要我不知道要写，自己想的东西我又觉得写不出来，还是书读少。好，那这样吧，我今年的一个小愿望就是，我可以自己找个自己写的，写一些。老师说了，不要比较，反正大家觉得行不行？好，对，就这些了。好，说吧。那祝你生日快乐！祝我奔三顺利。坏了，我都20岁了。贺老师起床了，贺老师起床了，起来咱们去海岛市那边，海边岛市，咱们去岛市。就是说我看看裤子。
But I can't complain. I can't complain. Every day is too short to let it go. 你要记录的这么具体，而好的，我都不好意思删。哇，我好清醒。走吧，刷牙了。一定要用高露洁的牙膏。Hello， 观众友友们，友友们，你们好！现在是早上的7:40，我现在起床了，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。我们现在要去这个潍坊市的早市，哦，这是威海市的早市。你看吧，我就说早起对身体不好。我其实来山东，我就会说两句山东话。第一句是。啥懂可以吧，还是很标准啊。第二句是月学我每天听算学妈妈这样叫她，然后我就会了月学算月学过来过来，她妈妈就是月学过来过来，然后我就哎呦，哦，什么东西，我以为有狗，结果是一只可爱的小猫。哎呀，其实早上起来还是有点摔的嘛，口罩我也不用戴，帽子我也不用戴，脸都不要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高颅顶吗？何老师，要不要学几句山东话？你教我一下吧。第一句话嘛，这个怎么卖？这个怎么卖？就对了，啊，对了，太草率了吧！我感觉你也不像山东人。第二句呢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啊，就这样。多少钱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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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这个你要教我三句，第一句是便宜一点，第二句是再便宜一点，第三句是还有没有空间。便宜点儿，便宜点儿，再便宜点儿，再便宜点儿，还有没有便宜的空间，还有没有便宜的空间，还有没有，还有没有便宜的空间，便宜的空间。对，好，这三句学会够了。便宜一点儿，便宜一点儿，便宜一点儿，对，便宜一点儿，再便宜一点儿。哦呦，有小羊。好惨的小羊，一会儿就要被做成烤全羊了。到了，便宜一点儿。买便宜点儿，哦，大海参。豆角咋卖的？哦，大玉米。豆角咋卖的？一些翻译。酱香饼，我要吃酱香饼。
第二个，你好，这是酱香饼吗？不是。啊？对，这是酱香饼。来一份吧。便宜点。怎么说来着？便宜点儿。对，便宜。再便宜点儿。还有没有下降的空间？看有没有下降的空间。看来是没有了。OK， 我们 OK 吗？要的啥？啊？啊，要多少？要一个，多了，啊，可以。谢谢。谢谢收款9元。友友们，买到酱香饼喽！山东，大，这怎么说？山东大樱桃。啊，山东大樱桃。大樱桃。硬套。对。今天是端午，所以说咱们得吃饺子，吃粽子。吃什么？鸡蛋。还要吃鸡蛋啊？最重要的是吃鸡蛋。为啥呀？就端午粽子嘛。啊，我只知道吃粽子。所以你吃完再回去。哦，好嘞，谢。艾草，哦，是不是要刮艾草？那买个，来，怎么卖啊？一把3块，我说句山东话，能不能便宜点？那不要了，不，不用便宜了，不用便宜了，你来吧。我们买2把吧。我看看啊，把大把都沿着好。好嘞。就这2把吧。这玩意儿特别硬啊，好吃。我对这些菜就没什么兴趣。哇，还有生蚝。哎，哥哥好。哎呦，他怎么还在飙水呢？生活的。那来2斤吧。我。算了，没事吧。你们几个人吧？我们。5个人，一人三个，他有人吃不了，就差不多就行了。行，能便宜点不？23块钱。23块钱，那多少个？4个、6个、8个、10个、14。行。这次来，这来值了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这个是啥呀？这是梨呀。这是梨？这个是梨呀。对，特别好吃。你们那没有，我们最好的特产。来点吧，这个没见过呀，啊，谢谢。他怎么吃啊？就是直接吃。都得要。啊，这些你要10块钱多大够啊？这都算你，你看小那么料，全部都占了。哎，这是樱桃吗？还是车厘子？这是三米托尔，这是梅枣。有什么区别啊？要不然每个来点儿。够了。
我看你一直刷，我也不太敢说话。哎呀，六十二。姐姐，我们第一次来，能不能便宜两块？哎呀，好吗？谢谢。来吧。我也喜欢。你们的那个快手名叫啥呀？我们的才创的号。回去在那个。啊。那么买一个这个包子呗，叫什么包子来着？你说那个海菜包子，四块钱一个，就来一个海菜包子就行。谢谢。你好，来个豆浆。好嘞。哎呀，他这样搞得我都不好走路。来吧，吃饭。这啥呀？东西。就买了这点儿。我每次拍广告最爱吃的酱香饼。嗯，好吃，应该刚刚吃的，现在都有点冷了。再来块豆浆，冷了这酱香饼里。就是这个吧。这叫啥来着？海菜包子。里面什么呀？海菜。哎，好像还可以。你看里面馅是这样的。跟那个梅干菜包子的味道还有点像。来到了天津卫，我妈呀也没学会，是不是唱错歌了？行了，好撑。
空气中满溢着甜蜜，烟花声不及你心跳呼吸，像时间停止到天明。礼堂钟声敲响在此刻，微笑看你眼中星光坠落，浪花轻摇也想再轻和，把这瞬间定格。哦哦哦，想要与你一起写下永恒的约定，约定未来一起去经历，牵手走过四季，穿越现实和梦境，风景在钓到了海参，一个中彩票一样的事情，我感觉我可以吹一辈子了。我感觉这次出来钓到这个海参就已经很厉害了，而且吃了特别多好吃的东西，下次有机会的时候还想来这边再来玩一圈，这次还是时间太少了。小花儿，你是我的气球。是因为你上经常搜索啊，现在他这个。我搜上先干啥呀？肯定是你一到上传视频你就停留下来。小马呢？过去了。他过去干啥呀？到家了，何老师。小了，那个是那天买的，不一样。
这是我们重庆带来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吧？昨天在重庆买的。小何20岁了啊！不、哦，快乐。在这个繁忙的日子里，好像就是见面待着什么也不做的时间少了。好不容易一起的场景，思维总是跟工作结合。很多想要跟你分享的东西，要是有一个不像今天这么热、有舒服的晚上，大家可以聊一聊就好。你出你自己，我们出几个大活人的在一起。咱们现在看不幸运，因为我们选择二氧化碳。然后不知道现在你长大了之后再回头看，就是已经无限接近小时候的梦想。哇！去成为一个厉害的人，我们被是的，能够让自己开心的。哇！当然，我看我的梦想也一样。当然，我一直都知道，只要你想做。车是我们帅气富贵哥贺老师生日快乐！哇，富贵哥，竟然是你24岁，二十岁，嗯，这个重要的日子，嗯，那我就给你说个秘密吧。秘密啊！虽然平时我俩总是嘻嘻哈哈的，但我一直有偷偷观察你，冷静认真的你。怎么说呢？站在主持台上侃侃而谈的你，还在角落哭动作的你。熬夜复习锁紧眉头的你，这些和平时在家里截然不同的小贺老师，却有着更厉害的反差魅力。这超酷的、哦！你为什么笑？我觉得别这样，笑啥呀？你尴尬，很可爱。然后呢？祝又长大一岁的贺哥能够吃到更多更多的好吃的，遇见更多更多美丽的风景，获得更多更多自己想要的成绩。你的兄弟，我们永远陪着你。哇 ，Yes sir， 好棒的小贺儿。哭了。Let's go。我干嘛？哦，来吧，下一个谁？下一个是我。来吧。谁？玲玲小同学，啊，玲玲同学，玲玲同学，小玲玲，玲玲。小俊俊，叫小东哥哥。小俊俊同学生日快乐，20岁了。从小到大，热情如小太阳的你一直在我们身边，都是大家的开心果。你的身体好像总是蕴藏着巨大的能量，无论境遇如何都能迎刃而解。也因为有你，我们总能毫无顾忌地享受每一个快乐的瞬间。我们都总说你是欧皇，我是欧皇，对，但我们知道好运气不会无端的眷顾每一个人，正因为你的美好才让世界对你的偏爱多了一分。当然不只是世界，还有我们。我是20岁的小玲玲，小铃铛，小贺哥哥，叫一下吧，小贺哥哥。20岁的小铃铛也会继续被幸运包围，请永远相信未来有无数的可能性。祝你闪耀，祝你如愿以偿。好的，小编，小何哥哥，谢谢你。哎，头发太乱了。我来了，你怎么来了呀？那我先来，那你先来，我这样子。哎呀，来下一个，谁给小铃铛读信啊？20岁生日快乐。好的，说到20岁，才突然发现，原来十字打头的日子，在不经意间就已经成为了过去式。原来11岁到19岁这个区间已经被封存，原来在属于过去的永恒里已经被填满了那么多的瞬间。原来你早在成长的路上做了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，恭喜你仍然在做着会让自己骄傲和喜欢的你自己。被小猫当作枕头可是幸福的，拿到驾照一定是开心的，车窗外海风吹来是惬意的，正好稳稳接住飞盘的一瞬间又是什么心情呢？那一定是值得夸奖的。那个是装到的。希望在你的人生中，过去的每一份精彩都能成为永恒，在未曾发生的每一个瞬间都值得发生。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哇，是你是我今天都要叫小贺哥哥。快小快上快上给小贺哥。祝我们贺宝宝生日快乐呀。你又是哪儿来的？不是我写的，跟我念的不一样。他就是想这么念。小贺，祝我的贺宝宝生日快乐呀，欢迎踏入20开头的大门。
四月的时候自己回了趟重庆，去了重庆的公司。你又装什么呀？你又开始干啥？你回了趟重庆，看到熟悉的座椅和角角落落，突然有点恍惚。啊！又看到了从前小小的我们在这里拼命长大的。我勒个豆啊！哎呦，我勒个巴豆啊！印象里你不是一个爱回忆过去的人。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总是默契的围绕着当下和未来。但我知道，感性的你从来都有将记忆认真封存。Let's go。人是由经历，人是由经历雕刻而成。真的？为什么？你断了。嗯。人是由经历雕刻而成的。OK。那些快乐或是有点遗憾的，如今回来平静的回忆，会成为我们成长中的附加添砖的块，支撑着我们继续前行。而你我也因此成长成为了更好的人。新的一次，愿你携着小柯宝宝专属的感性和美好去感知，去发现，用你无所畏惧的热情去投向生命的尽头。他也喜欢张哥 BGM 的，我有张哥自带 BGM 吗？张哥好，来吧，张哥好会唱啊，张哥。你的 BGM 来啊。昨天你来过，小声点。还好像是你的。嗨嗨啊，这里是你的小胜嘴嘴，你可以听听你的情歌。累死了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那你来到二十七的时候，你看起来不太欢迎我。怎么说？我们感到二十七的另一点小胜。哇，好震撼，好震撼。没有。我们俩的世界好像会有一把万能钥匙，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正在经历的什么样的天气。哇！对方你想多了。什么样的天气？你会猜我现在是什么天？啊？想你的每一天。今天是……算了，往下吧。春天。哇！好浪漫。来，把它拖出去啊！连气球都看不下去。虽然有时候又颠又倒的，但是很欢乐。我真的好喜欢，好喜欢跟你在一起。不是，真的假的呀？这么想跟小何在一起，快去吧！我有点害怕了。哎呦，好昨天已来过去，啊，好吧，没事。祝我满足你的愿望。嗯，好。祝我的好朋友贺俊明先生二十岁生日快乐。在这个重要的日子，怎么像那种婚礼致辞，多好！你愿意与孙尚君先生担任这个好朋友，贺俊明快乐一起分担，幸福一起减半。这不是我不要的，这不是婚礼致辞吗？对呀、啊，不是这样的话，我都要想想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小贺，小贺，你愿意加入吗？小贺，你愿意当小宋的好朋友吗？你愿意当小贺的小宋的好朋友？那我就愿意了吧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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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为什么你的这个写的这么？鼠标的狗粮你要吃吗？鼠标的狗粮就不分了，没事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啊？抱一下吧，蛋糕还行吧。OK， 张哥是不是他的来三二一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再来继续继续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。这是被谁吃了一口吗？恶心了！哦，这是你的小猫吗？快许个愿吧！这富贵是吧？我帮你拿着，来。好，我许一个明智的愿，行不行？快点，快点！我希望我不用分担鼠标的狗粮。啊！假的，假的。那还是要分担吧，是吧？好的。我希望大家这个一切顺利，都好好的。好，这是我的明愿。OK， 好，那我吹了啊 ，Let's go。Go3 2 1
来吧，走吧，刀片，刀片拿出来，危险。还有谁没有？还有谁没有？那我先快啥了？你先快。小花快。我给吃小黑的猫猫吗？吃吧！哇，这个好好吃！到了吧？冰淇淋吗？嗯。哇塞！冰淇淋，大家可以多吃一会儿。OK， 太好吃的冰淇淋了。不，不愧是小黑的冰淇淋，我要吃冰淇淋。酷。OK。好好吃啊，这是。好痛！打中了，我天！这个蚊子好烦。嗯。小黑还要送蚊子票。那咱在说什么？哇哦，这是不是那个我们端午节的串子？你怎么知道？哇，串子五彩绳，哎，你们蒸了吗？还没下雨呢。下雨了？下了，昨天就下了。不是，是他北京暴雨，今天才给他的。那天我在学校才是。玲玲，快带上玲玲，你帮我拿一下卫生。玲玲，下一个雨天记得丢掉它哟。下个雨天丢掉它。下一个雨天。为啥呀？因为可以把好霉运都丢掉，冲到马桶里，或者扔到水沟里。你被咬烂了，你们要端着吃吗？继续。哦，可以吃一点，可以吃一点，挺好吃的。对，你们拿着吃吧。辛苦了大家，祝你好，祝大家幸福。不是，那不是要吃吗？没事，我就吃两口。小猴哥哥明天还要上课吗？哎呦，录啥了吧？这边呢？上。他终于说了。